难过大，大婚之喜，恭喜恭喜！大哥，恭喜你啊！身体健康，早生贵子。情比金坚，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。你找到好好的老婆。影片《大哥大》洪金宝和高丽红在4月18日飞去美国注册结婚之后，昨晚就在香港保摆喜酒，于是娱乐圈中人就空群而出，真系握手都握到手软啊！在贺礼方面，除了银纸之外，还有这幅比喻高丽红人比花娇的牡丹画。高丽红的靓女是人都知道，但洪金宝怎么追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呢？问下啲兄弟啦。其实最重要的一样嘢就是真情，我觉得用佢嘅真情、真诚，所有嘢都要真。结婚咁大件事，其实咩工作要放低先得啊，一于娶老婆之上。所以昨晚三毛大哥就一於全程投入，除了招呼親朋戚友之外，就無時無刻咁黐住個靚老婆啊！喂，唔知喺洪金寶心目中高麗紅有幾靚呢？佢唔係今日啦，我覺得佢日日都咁靚。